入行以来绯闻一直缠身的刘心悠一直是群众圣女，可是今年心悠不再过单身圣诞了，今年圣诞刘心悠会搭上有妇之夫郑中基开拍爱情喜剧，准备为大家发放笑弹。我很期待，很非常非常期待，因为我知道他拍过很多很多就是香港道地的喜剧，对，然后他有自己所谓自己的风格，所以我很期待可以看他怎么样可以跟他演一对戏里面是说我们是一对情侣。我会怕就是会很难 focus， 然后一直笑一直 NG。 不要怕啦，人家都是成熟男人哦，喜剧嘛，所以肯定会让心悠姐感受到喜剧的乐趣。除此之外，心悠也有强烈预感今年会收到很多圣诞礼物，不过今年的圣诞看来他身边的好友同事都要破费了，但不是他亲自下厨就有点诚意欠奉了。那我觉得他们会饿死，不行。对，出去吃比较有创意，就对煮东西就是已经确定了，就没什么天分，然后也不会靠后天努力的那种，就是没有希望。最后也希望心悠姐今年的圣诞别有一番风味呀，期待你的心绪，可别让大家失望呀。东星娱乐整理报道。